正常的用途就可以了。到时候我们这里的话，可以改成这是手动页面，这里可以说一下，就是一个自动页面。自动页面的话，它可以调你要设置多少层，然后它会自动缩边。然后呢，这里有一个配定柜，这是火星 A B C， A 是零性，然后这里是这样的，这个控制器主要是控制这个收缴，这里是牵引模筒，每次就是这样的一台，通用的机器。这里是根据你的要求自动贴，你有多少方，我们就可以设置了多少的贴边。这是气缸进去，它这个贴边，然后这个是胶布，也是通过气缸。